龙年十二生肖的求财关键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找对路子，让你龙年大发，赶紧来看一看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身边的人。第一生肖鼠，属鼠的人龙年人缘非常好，你可以得到贵人相助，正财收入丰厚。在这种时候，好好表现自己，升职加薪，那就是顺理成章。第二是生肖牛，属牛人龙年机遇主要在偏财，你可以在投资上下功夫，或者开创新的副业，但是注意不要太冒进，否则容易出问题。第三是生肖虎，属虎人呢，龙年比较适合研究偏门财。普通的上班族利用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做兼职和副业，可以取得很好的收益。第四生肖兔，属兔人今年有正财机缘，正财收入比较平稳，还有奖金跟福利，建议你的精力啊放在主业上。其他生肖想知道你龙年的求财关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想了解更多生肖运势，可以关注私讯老师。